很烦呢。星座运势说我今天的恋爱运是打雷下雨，你们会不会分手啊？怎么会？我们今天不是还要去约会吗？阿图跟你说没事，就没事。每次都没事哦，人家星座就这样子写啊。他国师呢？对啊，所以要相信他的话。我说他。你今天穿这件出门？为什么？这颜色太亮了吧？不会啦，你今天幸运色是红色，唐老师在说你要听，而且很刚好，我今天幸运色是绿色，是不是跟你的配？那你可以带他出门。不要，你等一下记得换这件哦。Hey baby， 这个给你带着。什么东西啊？是我特别去帮你求的，可以斩你的桃花，让我们的感情更稳定。我应该不需要这个吧？我本来就只爱你啊。哎呦，不管啦，你就带起来啦。那你今天想要去哪里玩？我先跟你说一下，早上10点我要先去算紫微斗数，看看我们的命盘合不合。中午12点的时候再去塔罗牌那边做占卜，那个老师算爱情很厉害哦。傍晚的时候再去夜市那边有一个算命摊很准，上次美美去算过没多久后就结婚了耶。那个淡水渔人码头那个灯超美的，我们晚上去这里。不可以啦，情侣去走那个桥会分手。哎，碧潭，你看它那个桥超美的，而且还可以载天鹅船。不行，情侣去那里也会分手。这里也不行，那里也不行，那不然要去哪里？不要出门了，在家里。好啊，反正我们在家也很幸福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那我拿去书桌放好了。等一下，你要放房间哦。不行啦，剪刀放房间，我们感情会变不好。那我放哪？你就把它用套子装起来，放抽屉朝内就好了。你怎么这么迷信啊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，任何可能失去你的事我都不想发生。哎，你是傻蛋吗？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会分开啊。宁可信其有嘛，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去 follow 那些禁忌啊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我来着的，才这么做是吧？那有空我再陪你去合八字好了，你觉得呢？等一下，你合八字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是要结婚呢？你要跟我结婚啊？为什么语塞？法律有规定说合八字就要结婚哦。那你干嘛跟我合八字？合一下看合不合啊？